这是炖的鲅鱼啊，鲅鱼、鲑鱼、海鱼，哦，12块钱一条，可以。哎呀，给撒点盐去，香菜。再盛个豆腐。哎，再盛个豆芽。3块钱豆腐。3块钱的。这是猪血是吧？这个怎么卖的？俺排都是俺排卖。也是3块钱一盘。哎，再来碗1块钱的鸡蛋汤啊！人太划算了，现在1块钱能买啥？1块钱就买不着什么东西了都。真便宜啊！哎，阿姨，再给我盛碗猪血吧。再给我来一碗猪血。给来3块钱的猪血啊！哎呀，真好啊！这便宜多了，吃饭啊！我们那儿没有。这个3块钱才真便宜。哎呦，猪血，哎呦肉，这个豆腐煮一煮就行哈。哎，3块钱。早上3块钱的。3块钱那就行，不用太多。哎，早上3块钱的。啊。能吃辣椒？这辣椒怎么黄色的呀？我这压的。啊，自己压的辣椒。看大集上的物价太划算了啊！这个豆芽菜海炒海带还有肉丝是3块钱，这个鲅鱼是12块钱，啊，鸡蛋汤1块钱一碗，太便宜了，啊，3块钱一盘，还有肉，我靠，3块钱一盘还有肉卷，